跟你交往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跟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。我当然知道啊。你知道的话，为什么要约他出来吃饭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屁咧，谁喜欢他啊？我会跟他出来吃饭，是因为他知道我在思旅上班，所以就要我帮他跟他的前女友，现在是人家的老婆，规划他们的家族旅行。你有病是不是啊？谁喜欢他啊？人家都生几个小孩都不知道哎。等等，你为什么会知道赖志明是谁啊？还有你为什么会知道我跟赖志明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忘不了他前女友？309，309。哎，三零九，哎呦，这里这边呢？嘘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三零九，来，喝个水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要不然就换个男朋友嘛，好，来，谢天星，你开，我开，好。我开就有开，请问找谁啊？找谁？你这个臭三八，叫我出来！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哼，还装傻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个畜生传简讯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在309等你哦。小姐，要不要看清楚一点啊？这里是306，哎，是309没错啊，怎么会是309呢？你还想骗人？有啥？有你的爱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志志，你看惨了。赖志明。我们是在开会了。刚刚其实很多人，只是他们先走了，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有说有笑的。对呀，我很喜欢你在里面。放轻松，不过就是男朋友而已，放轻松，没事。不好意思哦，你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？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天。哎，弟弟，我还好意思，我要当你女朋友，你怎么呢？弟弟，冷静一点，你先听我解释，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但我妈就说你不要见树不见林啊，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多认识朋友，这样才知道我们是不是最适合彼此的，不是吗？是啊。去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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